间在澳门举办演唱会，除了吸引许多歌迷前往朝圣，还有眼尖的粉丝捕捉到欧阳娜娜也现身演唱会，看四位女神们的精彩演出。从网友捕捉的照片中可以看到，欧阳娜娜虽然戴着口罩，但那双迷人大眼看起来依旧电力十足，在人群中十分亮眼，就算只是路人的伸图直出，整人看起来状况也超级好。而她身穿一件白色低胸小可爱，外搭帅气的黑色罩衫，搭配一头浪漫的长卷发，还有简单的耳环点缀，虽然简单却散发出满满性感氛围，也让照片在网上曝光后，网友纷纷大赞身材也太好，好美，好有气质，又好性感了。